挨骂了？我的求婚戒指丢了，我不能去结婚了。啊？为什么就掉？你不是储蓄了半年才存够钱买的吗？不是丢掉，我是说丢了，弄不见了。哦，戒指丢了，你确定吗？你没把它带在身上吗？没有啊。喂，给心爱的人的东西应该是放在靠近心的地方吧？啊？心。怎么了？我车子的钥匙丢了。